这个好像就是，老房子，这个是不是比较老了？这好像有这这比较老的房子。个，阿姨在吃饭啊，哎，阿姨，我放这边老房子。搞没了？没事，阿姨你都保留，搞你没吃了？饭，你吃饭吃吃饭吧，吃饭再吃你饭，吃吧吃饭。啊，都不可能把你水要水个鼻涕，哈哈，狗也出来了。侬小辰光是专门到搿搭我记得小辰光，这边的两面侪等种这种老房子，两面两边侪老房子。那么有种开店的嘛，卖书的嘛。那侬看这个房子侪就是那种，就是那肯定那个私人住宅的那种洋房子啊。包括违章侪违起来了，本来没搿想的，对啊，伐？本来嘛这样，本来就是这种老房子呀。因为沿着河旁边两边都是老房子，所以六道其实没有，沿六道是属于老镇。老镇，老镇，不算古镇不算古镇啊。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就是老镇。他这里算要拆不了，这怎么看上去就很破嘞？啊，搿搭个地方，搿搭帮他屋里向蹲个地方，挨个又不天一样，挨个天挨个地，因为搿搭面积小呀。这边面积小，这边是属于整个的镇上的，因为是那时候属于六道镇嘛。但是你意味的是属于村里啊，农村地方。相对来说镇是比较繁华一点，这对比较吧？繁华，就旁边有个开店什么的。你再叫，搿种估计侪假透你想啊，你想看，应该勿是自家哦，不是，搿种应该是付房钿的，好像。付房钱的，人家房子谁想看？有种把它登到别个地方去了。买房子买到别的地方去，搿种就属于国家房子。老房为前嘛，这边是属于老房，哦，人家老房子了，人家我估计其他地方，什么？这里相对，这个里面看不到啊，真的。侬提拉后头看看骨头上，这个，哎呦，搿种看上去已经老了不得了了，老了烧不死了。是有人一样，当时我去周浦拍视频的搿种地方，哎，有这种味道对吧？六道震撼的，里向还蛮深哦。欢迎。前面有一个关帝庙啊，等一下去找找看。怎么过啊？过啊，挺慢的，看你没文化的。这个他们在吃饭。阿姨，我问一下，你们这个房子是属于公家的还是私人的？私人的。私人的。房子蛮老了啊，这里他房你的，这里房子100年，也100多年了啊，上百年，上百年，上百年，那是吧？我问一下，这边有个关帝庙是在那里吧？对对对，前面就是。好，谢谢。关帝庙啊，关帝庙，这里走过去多远啊？就这得几个门就到了，10米10米。好的，谢谢啊。靠这边，面朝南的。在这里关帝庙。这个就是关帝庙。这个就是关帝庙啊。这个关帝庙好像香火不是很足它不好进去的。不好进去。就只能在这里祭拜一下关老爷子关帝庙这里写的字啊，佑国富民歌大治，这里有一个浦东新区，祥光映澈莲池水，你知道都是些什么人喜欢拜这个关帝庙吧？关帝庙，还有那种好像开娱乐场所的，拜这个蛮多的呀。还有，娱乐场所，那个，比方说，之前唐山事件的几个人，这种大社会上的大哥，大哥，他们要拜这种关帝的，混社会的，搿家人家算蛮大啊，搿家人家蛮大，我那天往事也找过了，啊，是老王直接飞。那伊拉属于美丽庭园，把那屋里向一样美丽庭园。
买每立厅也要分啊，一星、两星、三星。哦，是吧？那或者一星、两星、三星、四星、五星。那我就想几星啊？我就搿倒没注意。侬也没注意。嗯，五星是最高最高的。哦。那么，伊根据啥物事来评搿个星数啊？是根据侬个个人素质呢，还是根据搿房子的好坏？应该房子的种一个就是结构，结构或者看上去还是比较整齐一点，整齐整齐的房子。嗯，哎，搿只老，搿只老，哎，搿只老，哎，侬看，搿只多少老啊？实际上，伊搿种呢，本来旁边搿种房子啊，肯定也是搿种老的，哎，也是老的。咹后头拆脱了，翻新了，就保留了搿能介一只叫客堂间，对伐？嗯，搿种叫客堂间。客堂间，厢房。厢房。实际上，伊搿地方高也是蛮高的，搭只高头完全是没问题。它高头两小时、两毛小时，蛮好的。嗯。住到搿种地方，外加老阴凉。老阴凉。都搿种浦东的搿种老房子呢，帮浦西闸口门完全是两只感觉。啊。阿拉下趟旁边看看瞧哈。浦西我嘛哪能没过？浦西侬勿走呀，因为我走，我晓得。浦东的老房子是属于古色古香，浦西闸口门呢是属于中西合璧。哦，哎呦，还有得五个，搿地方，搿地方应该有，再五班实在不得了，嗯，我就搿搭落户，人家种的搿地也有，但是勿多。